我是二百五，不是你耳朵里面塞驴毛了，我喊半天你都不答应啊，那跟个二百五似的。你才二百五，我来的更犟，你看什么病啊？看啥病？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不是你不知道啥病？你来看病啊你啊？你这医生一点都不专业，我就是因为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才到医院来的呀。我要是自己啥都知道，我还用你看？你还有理了？你都得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啊你？嗓子有点不舒服，刺挠刺挠的。刺哪儿了？你嘴巴张大，我看看。啊！好好好，来学两声驴叫。什么？我让你学两声驴叫。为什么要学驴叫？不是，我得看看你嗓子怎么样啊！叫。啊、哦，好吧。嗯。那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叫了别叫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这喉咙呀发炎了，而且还挺严重的。我问你，你最近都用嗓子干什么了？吃饭呀。那除了吃饭呢？唱歌。昨天晚上跟朋友唱到天亮了，嗓子唱劈了才停下来。医生，要不我给你唱一首吧？死了都要爱。你别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唱了别唱了，这里不是 KTV。 你抽烟吗？你们这还能抽烟啊？嗯，外面可以抽啊。那你发我两根我出去抽啊。你有病吧？我是问你抽烟吗？抽啊，你发我两根。哎呦我的妈。我是问你平时抽不抽烟？抽的多不多？一天两包。少抽点吧，知道吧？啊，少抽点。你喝酒吗？喝呀。你要请我喝吗？造孽。我是问你平时喝不喝酒。喝啊，每一次都喝得五迷三道的。年龄小的叫我五迷姐，年龄大的叫我三道妹。这年轻人，我操。少喝点吧。医生，你总咳嗽呀？我气大，一大我就咳嗽。哎，医生，你看咱们俩现在也挺熟的了，要不然哪天咱们出去喝他一场，喝个五迷三道的，然后再给你介绍两个漂亮妹妹，行不行？你，哎，医生，你别咳死了呀！你咳死了，谁给我看病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来喝点酒就好啦。你呀，医生，如果不是酒，你干什么？你走走走！哎呦，医生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没事吧？好点了没？说出来！你有毛了！哪来这么二百五？